下哈，韩国瑜说民进党这次是打假的，最后一定会蔡赖配。想请问一下，如果你初选胜出，你会邀请赖清德当副手吗？还是不会让韩国瑜输掉？哦，这个韩市长有说法啊。我觉得韩市长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施政上哈。那尤其是赶快把办公室还给他的海洋局。至于就是说这个选举这个初选后哦，会有什么样的情势的发展，现在都言之过早了。